不是吧？啊，是双胞胎来的。双胞胎。啊。你想看什么？只是有一个女的比这个大，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他们这样子？两个地方有问题，一个是脑部神经受损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还有他的腰部这里的脊柱骨头这个地方受损，所以他不大能站得起来。还不会爬。啊，还不会爬。我告诉你，像这种情况比较麻烦一点啊。双胞胎你们记住了，台长告诉你们好不好啊？好。如果生双胞胎的话，两个人永远不会一样的性格，两个人永远不会一样的，因为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冤结来的。什么？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他身上有没有灵性是吧？啊，有啊。我想问问看，他的爷爷或者他的爸爸做什么？有没有开过餐馆呢、啊？或者有过杀业呢、啊？他的爷爷家得势的，然后他爸爸是做饭的。得势什么意思啊？司机。啊，司机。有没有钓过鱼啊？你钓过鱼吗？他爸爸？没有。他爷爷钓过鱼吗？不大清楚。我看到有一条很大的鲸鱼一样的东西在他的身上拽住他，所以他爬都不会爬。是。嗯。那我要念多少？念十公斤的多少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小孩子的腿伸不直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好了。没有关系的，你给他小房子念，先念380章，好吧？念什么经？念心经27遍，大悲咒49遍，好吧？那另外就没有问题了。另外一个是吧？另外一个现在他是几岁啊？3岁是吧？另外一个你特别当心，4岁半到5岁的时候会有事情，听得懂吗？两个人都有事情，所以你要现在开始坚决要开始要好好修心念经，好吧？好了。